哎，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那么在之前啊，咱们在讲这个数据层的时候，咱们是不是说，就是说数据层啊，咱们可以加上这样一个参数啊，就是说咱们要不要去减这个均值，也就是说咱们要不要啊，在这个 RGB 三个通道上去减所有训练数据里边的一个均值。如果说呢，咱们想做这件事啊，咱们就需要指定这样一个 minfile 的参数，是吧？那么这节课啊，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 minfile 这个参数啊，就是说咱们后面这个文件啊，咱们是怎么得到的啊？其实啊，这个东西也是很简单的啊，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。计算均值啊，就是说均值计算啊，其实它就是卡 d 的一个命令啊。卡 d 啊，其实我们看啊，在它的 build 里边 tools 啊，有这样一个可执行的文件是吧？我们直接可以调这个可执行的文件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指定两个参数，一个参数啊，就是说。咱们之前啊，不是可以把数据做成一个 LMDB 的格式吗？是吧？那么我们就在这个 LMDB 这个数据源里啊，去算一下它各个的均值啊。第一个参数就是说，你要指定好你的数据源，你的训练那个数据啊，都存在了什么地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说，你要生成的这个minfile 啊，给它保存在什么地方。那么下面啊，咱们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，看一看。然后直接在命令行里啊，直接执行这个命令。输一下密码。我给你看啊，执行完之后，我给它放到了啊，执行完之后，哎，它这块就多了一个文件，是吧？我出来，我给它删掉啊。我们看一下，确实它是执行出来的啊。我们再来运行一下，哎，是不是说它就多了一个 minfile 的文件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啊，卡地亚已经给咱们提供了这个接口，是吧？咱们比较，如果说大家比较懒的话，咱们就直接用这个卡地的接口啊，咱们就可以来去计算它均值这个文件了。如果说啊，大家不愿意这么做啊，也可以用这个 NumPy 啊，就是那个 Python 的科学计算库。哎，咱们实际的拿 NumPy 给它每一张图像求一个和，再除上一个均值，是不是也能算出来？也能算出来，是吧？就是说啊，咱们这个计算均值这个事儿啊，其实是蛮简单的啊。这里啊，只是给大家说，哎，卡地亚已经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东西啊，让咱们来做这件事儿。然后啊，咱们接下来要讲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咱们之前是不是说，我这里先找一个东西出来。我看，我进到一个，我进卡 d 的目录下吧，在它的 examples 里，咱们先找出来一个网络的配置文件啊。对于咱们之前写好的这种网络的配置文件啊，就是这个 proto tit 文件，咱们之前啊就是说按照这样一个层次的结构啊，一层接着一层写下来的啊，咱们看着是有一个逻辑顺序啊，从前到后给它写出来的。但是啊，一旦来说，如果说这个网络的结构啊比较复杂了，哎，它的网络啊非常非常大，非常非常深，是吧？那咱们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想去看一下网络是怎么样相连的，是不是比较困难啊？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说，把这个网络的配置结构，配置把网络啊，它的一些配置结构啊，咱们用一个图的形式给它表现出来呢？那么下面啊，咱们就来画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接下来咱们要把咱们现在所看的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，用一种图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啊。下面咱们就来画。进到我的文件夹里啊，copy case。配置绘制网络，我给你看啊，就是说绘制网络啊，其实卡地亚已经给咱们提供了啊，就是说一会儿咱们接下来就要用到这个命令。那么这个命令啊，就是说我们看啊，它是我们看下面这个命令吧，下面这个命令把上面的删了，上面那个写的不全。我给你看啊，就是说这个命令啊是卡地的 Python 的文件下，哎，有这样一个 Python 的文件是吧？就是说呢，卡地亚已经给咱们提供出来了这样一个画图的文件。在咱们使用这个画图文件的时候啊，咱们只需要指定三个参数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一个参数啊，就是说，首先啊，你是不是说你要画这个图啊？你得告诉咱们这个 Python 文件，你要画的这个 proto tit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网络模型文件是哪个文件是吧？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哎告诉他，咱们要画哪个模型图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参数啊，第二个参数就是说你保存的路径是吧？你要保存一成一个 PNG 或者是点 JPG 的格式是吧？你要保存在什么位置？哎，给它指定出来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参数啊，第三个参数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卡地亚这个东西给咱做的很好是吧？咱们画图的时候啊，不光可以横着画，也可以竖着画是吧？也就是说呢，咱们这里啊有一些指定的参数，比如说啊这个 LR 什么意思啊？L R 的意思啊，就是说 L 不是 left 吗？R 就是代表 right，也就是说啊，咱们的网络结构图是从左到右的一个结构。那么这个 B 和 T 代表什么？代表 bottom 和 top 是吧？就是说你可以从左往右画，你也可以从上往下画，也可以从下往上画。那么一会儿咱们就都来试验一下，哎，看一下咱们这个东西啊画出来长什么样。那么在咱们
画这个图之前啊，咱们先需要装一些依赖的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啊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说啊，大家现在是啊跟我一样是在一个 Ubuntu 系统下，那么这个东西啊其实安装起来很简单，是吧？咱们只需要啊打开这样的命令行啊，我们再新开一个命令行吧。我们只需要打开这样一个命令行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对于 Ubuntu 啊，Ubuntu 一般来说安东西怎么安啊？咱们直接 sudo apt-get install 是吧？我们直接啊，就是说先可以把它这个画图工具啊，两个依赖装上啊。第一个依赖就是说，如果说大家是 Ubuntu 系统，就可以直接按照我先给大家这个命令啊，就是 sudo apt-get install 啊，这个命令其实很简单啊，咱们运行一下吧，带大家实际看一下。我们看就是现在给大家如果说大家不熟悉 Ubuntu 系统啊，就给大家看一下。关于 Ubuntu 系统啊，咱们安装东西啊是怎么安装的啊？其实啊很简单，是吧？打一行命令，它就直接可以安装好了啊。因为啊，我这个是之前啊已经是安过了，所以说啊，咱们这里啊就是不给大家再安了。然后啊，关于这个 pydout 啊，就是说前面那个是一个依赖的库，然后呢后面这个是一个 Python 的库，那么这个 Python 的库啊安装起来就更简单了。这个 Python 库啊，就是说咱们可以用 pip install 啊，直接 sudo pip install pydout 啊，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安上。大家运行一下，看一下，之前啊，这个东西我刚才都是，都按过了。我们你看，就是说运行这个命令啊，它就自己自动去安了啊。至于它安完之后，它就直接告诉我它安完了。中间啊，咱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儿啊，因为我已经安过了，所以说它这里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已经是存在这个库了啊，它不需要我再去安了。如果说大家第一次安，那么底下就会说先下载这个库，然后再安装这个库，是吧？可以看到的，就是说在咱们这个 Ubuntu 系统下。我觉得啊，是比 Windows 系统下要安装这些库啊要简单的多。那么下面啊，咱们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这个东西。哎，实际的咱们来画一下这个图啊，看一看咱们画完这个图啊是长什么样的样子。哎，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啊。首先啊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保存路径啊。我们的保存路径就是 copy case 下面，看啊，是 copy case 下面。现在我把这个删了。现在啊，咱们是没有一张图片的，是吧？我实际的来运行一下。把那个我要复制过来，然后啊，咱们现在是怎么样？咱们现在是从咱们是一个 BT 的顺序是吧？一个从底到上的顺序，咱们来看一下从底到上的顺序会画完了会长什么样？哎，画完了是吧？非常快，咱们给它打开一下。哎，这就是咱们现在画好的一个图，给它放大一些，因为啊，咱们设置的是一个从底到上的顺序是吧？我们看。咱们最下面就是咱们这个 minutes 的，咱们这个 data 数据源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里啊，给咱们的 base 已经写好了，就是说有那个 test 的 base，有那个 train 的 base 是吧？然后呢，咱们这个 data 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分成了 data，一部分是分成了 label 是吧？就是说有数据有 label，然后呢，这两条线啊，就是说一条线代表的是 train 的线，哎，一条线啊代表是 test 的时候的线是吧？然后啊，对于这个 data 啊，我们看啊，先从 data 来看吧，data。咱们现在换的是这个 ArrayNet，就是那个很简单的结构那个网络。那么这个网络啊是先经过了一层卷积，然后呢卷积的参数啊咱们也可以在这儿显示出来是吧？咱们的 kernel size 是等于5，stride 等于1，pad 等于0啊，参数啊也可以显示出来。然后呢经过完了一层卷积之后啊，咱们得到了20个特征图是吧？然后接下来经过池化层，再经过卷积层，再经过池化层，再经过全连接层是吧？然后啊经过全连接层，哎，这有个激活函数，激活函数啊就是用这样表达出来的。然后最终呢，咱们通过最后一个全连接层啊，最后一个全连接层连接什么？一个是连接了 loss function，一个是连接了 accuracy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看啊，就是说我们算 loss 的时候和算这个 accuracy 的时候，都需要咱们这个 label 吧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 label 啊，我们看都和最后的全连接层连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我们算 loss 的时候需要它，算 accuracy 的时候也需要它，是吧？那么最终呢，咱们可以得到 loss，也可以得到这个 accuracy 啊，就是说，咱们通过这样一个图的形式啊，把咱们网络的结构啊表达出来了。那么咱们来看，就是说，现在一个图的结构啊，大家看是不是对这个网络模型啊看着更直观、更可视化一些，是吧？现在来说还是咱们画这个图啊结构比较小。一旦来说啊，大家可能以后啊画一个什么 VGG 啊，画个残差网络啊，动不动几十层，是吧？几十层的网络啊，如果说你看这个网络配置文件啊。看起来可能看一会儿就头晕眼花了。但是啊，咱们看这些可视化的图啊，是不是说，哎，用这些图的形式来表示啊，咱们看起来效果会更好啊，是吧？好，咱们现在再换一种格式，刚才是一种 BT 是吧？咱们这回从 left 到 right，哎，给它改成一种 LR 的形式，咱们再画一个。
我们看画着新的图的格式发生一些变化，是吧？咱们刚才是一个从下到上的格式，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变成了一个从左到右的格式，是吧？其实呢，我一般喜欢怎么看啊？我是一般喜欢这么从左到右看，是吧？哎，因为从左到右看更像是一个流程图的形式啊，我不愿意看一个树状图，我愿意看像一个流程图的格式。从左到右看，其实它的结构还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说呀，它的画的顺序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看也是这样的结构啊，经过一系列的转基啊、计算呐、最终啊和 label 汇合了，最终得了 loss，得了 accuracy，是吧？也就是说啊，咱们可以通过啊，咱们再来画一个吧。我们再来画一个，从哪到哪呢？从右到左吧，咱们就画着玩。从右到左也能画是吧？一共咱们能画四种格式图。那么从右到左呢，就说右边是咱们数据源是吧？从右往左一边来的啊。其实啊，这个东西，概念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说啊，画出来的形式不一样。那么大家啊，也可以选择啊一种自己想画图的方式啊，去完成啊这个图的制作。然后啊，再说几点关于咱们安装这个依赖库的时候。安装依赖库啊，大家可能遇到问题啊，这块大家最好用小写，用小写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咱们用小写啊，刚才啊可能写成大写了，咱们再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啊要把这个库改成小写。我们看按小写啊，在按小写来写的时候，安装就没有问题啊。刚才我也是发现了这块有个失误，刚才这个 V 啊让我一不小心写成大写了啊。咱们安装的时候啊，要把它按照一个小写来安装。然后啊，就是说大家在使用这个 PIP 进行安装的时候啊，可能出现一些问题，是吧？出现一些问题啊，也是比较常见的。那么一般来说啊，需要大家干什么？一般来说，如果说啊 PIP 哎，大家安装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那么首先考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的 PIP 源是不是最新的，是吧？你可以先进行一个sudo PIP 这个 upgrade，就是说先把咱们这个 PIP 源啊进行一个更新啊。怎么更新 PIP 源啊？大家就稍微百度一下吧，其实也是一个命令啊，这里就不跟大家说了，只是强调几点可能出现的问题。如果说安装 pipedot 出现问题了，咱们首先是先想这个源是不是有问题，是吧？把 PIP 的源先更新到最新，然后如果说再出现问题，那么咱们就看具体的报错，然后咱们再具体的解决了。那么关于这个绘制网络啊，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。就是说，大家在使用这个 Python 文件的时候啊，一定先把前面两个库啊给它安装上，是吧？一般来说啊，就是说一个新机器啊，这两个库应该是都没有装过的啊，咱们先装第一个库。再装第二个库啊，第一个库啊一定注意，就是说它这些东西啊都是小写啊，刚才写成了一个大写啊，也是有点抱歉。然后啊，咱们再装这个 pipedot，然后最后啊，咱们就用这个 Python 文件啊，就是说卡地亚给咱们提供好这个 Python 文件，咱们就可以啊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了。